古时何文字，确实是真的。大君，此事是绝不可能。屈原，你觉得布谷这么容易被蒙蔽吗？大君，此乃秦人搞的鬼，您怎么可以相信如此伎俩？正义万万不可姑息啊！屈原，你如此执意要违背天意，你这是要我楚国置于万劫不复之地。 景穆敖，屈原对楚国之心，人人皆知。而那个张仪，三番五次欺骗我楚国，这张仪杀了他，是为我楚国除去后患。屈原存什么心，大楚无罪清楚，景茂就不清楚了。好。 满朝大臣统一口径，放虎归山，你们就等着虎狼杀回来吧！放肆！屈原，你忠心为国，布谷可以不追究。张仪屡次犯我楚国，布谷恨不得将他挫骨扬灰。不过，既然天意如此，布谷也不能逆天而行。大君。不过。 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张仪委实可恨，可耻可恶，是天下之公敌。布谷要给他留下一个记号，让世人唾之骂之。请出一百，驱逐出境，退朝。 张丞相，您可别怪我，这都是大军吩咐，要在您脸上留下一个记号。